我是 Kelly 佳丽。农历新年到了，你们最喜欢农历新年什么呢？我最喜欢农历新年可以拿红包，拿红包就是一种吉利。我喜欢大家朋友跟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的感觉，大家都围绕在一个大桌，一起吃火锅，或者一起吃我外婆煮的拿手好菜。那妆要怎么化呢？现在分享。好，现在要用我最喜欢的护唇膏，最重要就是要把唇呢都弄得很湿润。 Next BB Cushion Make Up Forever UV Bright Cushion Y245， 非常之保湿，它也有提亮的效果。我擦 BB 霜呢都喜欢用拍的方式，不喜欢用拉扯的。今天用的是 NARS 的遮瑕膏，它是雾面的，可是又不干，还蛮适合用在眼睛下面的这个部分。我就是用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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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方式，妆会看起来比较自然。下一个步骤呢是打鼻影，你可以用膏状的，可以用海绵来推晕，你也可以用手指。下巴的部分也会打一些阴影，我有秀眉，但是只要化妆呢，我真的就会补一下眉毛的部分。那这个呢 eyebrow cushion 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了，而且真的很好用，它就是有刷子，又方便又简单又快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眼影的部分， Make Up Forever 的 Lustrous Shadow Palette。 好，现在用的这个颜色呢就是最浅的大地色，先打上一层，就是整个眼窝眼头的部分，我会再加上带有一点温暖的棕色，因为农历新年嘛，我其实想要以酒红色为主，一点一点的加上去。再来呢，就要用蓬蓬的刷子打上这个最浅的米色，在眉骨之间还有眼影之间做均衡。最后呢，棕色的亮粉，眼睛的中间，眼睛的下面，跟着下睫毛也会过一点。现在就是腮红的部分， Laneige 的 Juicy Rose 3号。如果颜色呢要再多一些，其实就可以再补，宁可补都不要擦掉或者卸妆。最后的部分就是嘴唇色，现在用的这个呢是 Guerlain 的，它就是一种唇蜜，但是它的颜色又非常的鲜艳，它不是透明的，就是擦上去以后呢，我就会用一张纸巾过它轻拍。再来呢，我会做一些特别的东西，会用到 Make Up Forever 的眼影，让它看起来有层次感。第一个会加上去的颜色呢是深紫色，用手指点点点拍在唇内。再来呢，上这个同色亮粉的眼影。今天的妆呢是搭配了我今天穿的这个上衣，脸呢就要亮一点，非常的适合过农历年。喜欢我这农历新年妆吗？其实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，其实我都用红色为底，我的服饰比较暗沉的，所以我觉得脸呢就要看起来比较容光焕发一点。而且如果你们注意看，我的嘴唇其实有加了金粉，是不是很喜气但又不 over？ 我最喜欢农历新年可以拿红包。其实每次讲这件事情呢，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在台湾或者在香港，我的朋友都会跟我说，通常这把年纪或者只要你一出社会工作，都是不可以拿红包的。而在新加坡就是可以拿红包咯，拿红包就是一种吉利。